邪献祭，俘获新生。只有我搞不懂吗？不要想阻挡我！一定要烧尽一切。这就叫医疗暴力！护士，把砍刀给我！你的命运已定，你的气数已尽。任人永不为奴，尽管来，不要想阻挡我。来个简单的法术，应该有用。这就叫医疗暴力！护士，把砍刀给我！不要想阻挡我！太迟了，不要想阻挡我了。伊鲁恩的旨意什么呢？太迟了，他要复活了。喂，龙王，先生好吃的药。不要想阻挡我。
我想想。我的存在超越你的想象，向我屈服吧。跟同学分享你的想法，马上动作。如果我无坚不摧，所向披靡。你的坚持令人敬佩，这次你阻止了我，但我还会再来。不要想阻挡我！谋丑，倒还不挺能。傻孩子，不是你在挑魔杖。这会让你安静下来。来参观校园的吗？傻孩子，不是你在挑魔杖。
有虚无诞生的力量。给我乖一点。想阻挡我，就会让你安静下来。这个难题，是咖啡加仙边草，改用高浓度外加法力粉，马上来。不要想阻挡我！我不是一直都完美，只是经常如此。不要想阻挡我，我无坚不摧，所向披靡。要努力活下来。蠢蛋！
我希望你喜欢我的发明。想阻挡我，想阻挡我，参观校园的吗？不要想阻挡我，转不成。要想阻挡我，他的旨意必须完成。天美多智，不要想阻挡我。混迹兵八五零，不要害怕自己潜藏的力量。想阻挡我，你跳出来，没多智。
不要想阻挡我！赶紧跳出来！天美多汁！来吧，这地方打上天吧！超载完成，主文被山倒。任贤永不为奴，尽管来吧。不要想阻挡我。这场我输了。